你扛了一整只龙骨。我刚宰的，新鲜不新鲜？确实挺新鲜。哎，你慢点的，破一身。先给它分割一下。等等，我来。来，你整吧。这个拿出去，下次还能吃。行。这飞机骨都是贴骨的瘦肉。葱姜蒜搞里头，豆瓣酱搞里头，干辣椒放里，生命的源泉搞里，龙龙骨搞里，当成老抽搞里，撒点大粒盐。哎呀妈，你可别催我了，行不行啊？那阿基不是也没有对象吗？挂了妈妈，放羊了。这味儿呢呀，撒点香菜，我先来一块。哇，这肉都煮脱骨了，蘸点辣椒酱。阿金，你看这骨髓。哇，阿金，刚才妈打电话又催我找对象，我跟她说阿金都没有对象呢，我着啥急呀？今天给我塑料姐妹偷偷买了她大 G， 看看她有什么反应。走，阿水，出来把咱家门口草清理一下，吃完饭再整呗。谁把车停咱家门口干啥呀？哎，阿七，这不是我喜欢那个车吗？我要有个这个车，我就给这块贴一个汗血宝马的粘贴，脚底又放个红色的垫儿。哪来的？